喺度装咩啊？咦，你依家喺 I Together 翻工咩？系啊，咁你喺度做咩啊？之前咪讲过，阿妈喺度帮我搵咗份工咯，帮手啊，唔该。我要搵啊！各位小朋友，嗱，记住咧，要发挥你哋嘅创意，将啲积木砌到越高越好，听明嘛？ 咁好啊！揾咗朋友仔嚟幫手做義工啊！係啊係啊，佢叫 Hason 啊！嚇 ，Hason， 信希，相信希望個名字覺得好啊！我哋小馬科技教室啊都有呢個信念嘅，刺激下一代要有創意，做人要有創意先至有希望。S T E M STEM STEM 教育注重跨學科知識，解決難題，創新技能。 源自於1990年代嘅美國，喺2017年，香港政府宣布向每一間嘅小學發放津貼，資助 STEM 教育。我哋會定期搞工作坊俾啲小朋友，如果你有時間嘅，多啲嚟幫手啊！好啊，頭先講起 Hason 喺隔離 I Together 翻工嘅啫，咁咪隔離鄰舍，我哋人手咧就係得哆咧咪三個，有時開班啊都要揾義工幫手嘅。靚女義工咧？ 咧喺嗰度啊！我哋義工 moment 啊！喂，醒啦，傻仔，口水都流埋啊你！Panda，你又話去東京嘅？今晚先飛。又想揾 Panda 媽幫你買嘢啊？ Panda 媽，誒嗰個科技展嗰度咧，你可唔可以咧影啲相，然之後 send 俾我啊？都係唔好啦，你直頭打視像電話俾我，我想睇啊！真係科技物啊！阿媽，仲有咧，即係 Watson 出咗嗰個咧，出咗周年紀念特別版嘅閃卡啦嘛！我睇咗你 Facebook 啦，到時我去抽月圓咧，就幫你買啦！好嘢啊！多謝你啊！好啦，係啊，紙巾啊！ 我仲未同你打招呼啊，原來都喺度做嘅，好有緣啊！喂，哎，嗨，點啊你？哮喘仲有冇發作啊？如果成日發作嘅話咧，要睇醫生喎。好。啊，上次超級市場執到你阿拖，原來個 iPod 喺呢度啊！唉，咁就太好啦，我用咗好耐噶啦，好有感情噶。冇大。 唔緊要啦，不如你俾個電話我啊。哦，收到。嗯，咁而家我有你電話，咁就可以約你出嚟玩啦。順便請你飲咖啡，多謝你。嗯嗯，好啊。嗯。 你唔讀，由朝到晚挂住玩巴士。我哋想做巴士司机啊！讲啊嗱，讲下次我就帮你一次，帮到手嘅咧就反咗话要走，帮唔到手嘅咧就留喺度笃眼笃鼻。 Make Lab 过嚟侵权，佢哋视像眼镜功能同我哋一模一样，要我哋赔偿所有研发成本啊！我哋唔会有钱打官司嘅喎。